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历十二月二十日，旧历十一月二十，礼拜三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三十秒的新闻重点。中华县政府为着提升民众洽公的便利性，县内八间地政事务所同时启用双向柜台的服务。彰化市公所社会行政大厦伫彰化市立图书馆举办妇女月份联席活动成果展，充分展现丰富多元的联席成果。彰化市一名十四岁女高中生甲同学生青蛙跳，翻登岗阁走去爬山健行，运动过度致使罹患横纹肌溶解症。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民众请工的便利性，二十六号上午，在河尾地政事务所办理地政双向柜台全面启用仪式，透过柜台电子荧幕来作业，唔那只能检查个便利。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民众办公的便利性，全面启用地政双向柜台服务。地政处长刘坤雄二十六号上午亲自主持在河尾地政事务所举办的启用典礼。现在正式启用，请按灯。地政事务所所管的这业务，拢关系到咱民众的这个财产权益。为着要咱的乡亲有较便利的一挂设施，所以即马转来地政事务所来申请到这成本，以前拢爱用手写，写到这申请书。现在很方便的因为政府关心到我们的这个权益，所以特别在彰化县八个地政事务所把所有这个柜台做双向的荧幕，就是说你去到那里，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上面把你的地号你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讲出来，他就把你拍出来，你为电脑荧幕直接做一个sign in，这样就能完成了。我想这款的设施让咱的乡亲会用非常的便利。之前民众到地政事务所申请地籍成本的时阵，要填写纸本申请书，手续复杂，搁耗时间。即马启用双向柜台服务了后，民众当透过荧幕确认地主栋的地籍资料，而且伫手写办签名，得当完成申办业务。前民众必须要自己填写申请书，然后现在直接在承办人员直接在荧幕上提资料，那盖章的部分也现在都直接用手写板下来代取代盖印章了，方便。对啊，尤其一些老人家他不会写字的，不会填资料的，他会很害怕。刘坤雄处长表示，原来北京地政事务所同时启用双向柜台服务，会当减少成本用纸的数量，免得民众填表作业，降低仓库管理的负担，皆当达到双向沟通无阻碍的目的。重新塑造地政柜台新文化，唔那便民，皆当提升工作效率，欢迎民众多多利用。多彰化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彰化市公所社会行政大厦伫彰化市立图书馆举办妇女月份联席活动成果展，丰富多元的联席成果，充分展现外教老学教老的精神。分享终身学习的成果，联席班老师也搁现场汇合分享作品。看他个人的兴趣跟能力啦。你有的无兴趣啊，学几半嘛有无啊？啊，对吧？啊，你若有兴趣，佮有天分的话，你就会学得很快啊。袂少学员表示，退休了后爱有家己的生活，爱活了健康，活了快乐，不断的学习是袂歹的选择。除了学新的物件，也会当交朋友。轻松很好啊！现在像好像我们这个退休的年纪了嘛，就有空的话就来画画，有个目标，不会说觉得无聊。这样子
这回伫彰化市立图书馆的成果展是第41期妇女艺文研习活动的成果，总共有102个班别，2000多位学员完成研习，嘛来分享成绩。林林总总这么多班级，就是要让咱的妇女朋友会当来伫遮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我来讲哦，我遐内底吼，真侪老师是卧虎藏龙的。我查到班老师哦。哇，因倒阁有开提醒呢，要个咱去遐参观，所以让更多来了解到吼整个制茶的流程呢。我这生命动能班吼，哦，因那囡拢教甲真好，拢出国比赛呢，哦，阁去阿根廷比赛，所以吼，咱这边的班级是非常的丰富吼。欢迎咱图书馆馆长强调，伫41期成果展了后，42期的课程嘛将要伫明年3月开课。课程内容多元丰富，嘛随着时代潮流不断推出新课程，欢迎有兴趣妇女朋友做伙加入中心学习的行列。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运动会当健身，但是千万唔通过度。彰化市一名14岁女国中生，甲同学耍青蛙跳，翻转工阁走去爬山健行。运动过度的结果，唔呐双脚酸痛，甚至还阁排出湿水清的尿液。到诊所就诊，医师认为是核分子溶解症，马上转进大病院治疗。青蛙跳了后，阁走去健行，运动过度的结果就是双脚酸痛。诊所医师表示，患者出现血尿却无感染的现象，判断是恒温肌溶解症，除了马上开药啊，补充大量水分，嘛马上转进中医。跟一堆十几个同学在那边玩青蛙跳，在跳教室跳了十几圈，玩了隔天又去健行，所以回来以后。这样肌肉酸痛不是正常吗？嘿，我就想说肌肉酸痛，可是它是痛到这个腿拢无法动，就是这个意思。嘿，伊就讲连蹲都没办法蹲，上厕所也没办法上。中医李董急诊医师指出，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组织受到伤害，在短时间内大量释放肌球蛋白在血液当中，若无赶紧排出来，可能会致使急性肾脏衰竭，需要接受西药剂治疗。诊所检查报告其实就是他的那个肌蛋白是非常的高啊，好、哦，那其实是高到上万以上哈、哦。那另外就是说他的尿里面有潜血的反应。所以这个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是有在溶解的部分。医师呼吁，横纹肌溶解症常常出现肌肉酸痛，民众若是当时发现尿液湿水变深、像红茶，甚至是苦辣，必须提高警觉，尽速就医检查。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由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的2018青少年科技创作竞赛，滨河国小在国小组摕下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立户代书是不错，专业办理房屋土地一二三胎贷款，证件齐全，马上申请，马上付款。银行利息、农地期货买当办理，电话0988205738。立户代书是不错。12月28到31，彰化体育馆家具名创展，设计装潢、系统厨卫，12月28到31年终特卖，错过再等一年。12月28到31，彰化体育馆家具名创展。设计装潢系统厨卫，12月28到31年终特卖，错过再等一年。新频道好康来报道 ，HD 免费频道任您看，真正的1080高画质，比比看就知道。不但高画质，频道内容选择多更多。打开遥控器，235台至244台，一连10个 HD 频道，让您满足视听的享受。独享的 HD 免费服务，新频道就是对您比较好。
现在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11月21日。根据统计记载，明仔在位伫正南方，好时是透早7点到9点适合入菜，继续提供详细农历资讯和详情参考。滨河国小学生参加由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的2018青少年科技创作竞赛，在国小组打败80多个队伍，摕到全国第二名，也将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这就是学生囡仔家己组装的仿生机器人。比赛规则很简单，只要在时间内组好机器人，然后用接力的方式来比速度。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在接力的时候，触控器有可能会接不好，所以有可能接不好之后它就会停下来，所以可能会只有2只的分数。怎么去克服它呢？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触控器做到最精密的，做得最好，让它可以完全碰触到。记得老师说，学生对技巧头开始就要自己动手，也可以训练同学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从锯木头到结构的设计对小孩子帮助很大，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再继续发展下去。然后其实我们今年3月去比那个偏乡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进到前8强，但是成绩没有我们预期中的好了啊。然后经过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然后小孩子他们其实针对他们的结构一直不断的在做改良。那3只仿生兽分别还要接力，那接力完之后他们个别还有个别的任务，比如说我们最后的一个那个幼生做的那一只机器战鼠，它还要比拔河，所以说它同时不只是运用到它的速度，也是需要运用到它的拉力。我想这个是学生让学生每位学生之间能够获得最大的一个学习和成效的地方。滨河国小校长表示，真欢喜这群学生会当有这么好的成绩，也将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除了学生的努力以外，也真感谢指导老师和家长的全力协助。获得全国的第二名，也即将会代表我国到这个对岸去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滨河国小的 T 课程从3年级到6年级是有一套系统化逻辑性的课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让孩子结合了科学、工程、数学、科技等部分呢，做跨领域的一个整合。已经提下全国第二名，也将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学生也积极在做准备，希望在国际赛会当有更较好的成绩。多张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距离大学学测剩最后30天，好比县学校特别举办升学祈福活动，要祝福考生拢会当考到理想的大学。距离大学学测剩最后的30天，好比县学校26号下晡举办升学祈福活动，校长、家长、班导师纷纷送上祝福，勉励考生坚持落去，全力拼学测。校长吴新宏率领学生走过好汉坡，走过大学的门，向进鱼跃龙门。那在面临呢这个大学学测的时刻之前的准备呢，非常的全力的投入哈。那学校这部分呢也给予很多的支持，我们也在这个学期呢特别开放，在周日开放了我们的图书馆哈，让在外面温书的孩子们呢可以在周六跟周日的时候回来学校，好好做最后的一个大学学测的准备哈。那今天的祈福活动哈，也非常感谢学校的家长会哈，在我们会长的支持之下哈，那他提供了呢包子还有粽子哈，那希望孩子们能包粽金榜题名哈。那我们呢在这边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再帮我们的孩子做最后的加油，和美实验学校的同学加油。升学祈福活动也邀请职教部的学生做伙参加，在校长、家长会长等人的陪同之下，顺利登上好汉坡。好好冲刺，第一名，加油！
校方今年精心设计愉悦龙门的桥段，鼓励考生大声讲出心中的第一志愿。中国医学大学。Yes.张辉递进包啊，甲赞，互所有考生，依旧拢会当考到心中的理想大学。今年佫特别准备文具袋，互考生感觉真大心。我没有的东西，他都给我了。美食香哦。这种华新闻一风有，何必彩虹报道？何必国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除了故事妈妈讲故事活动已经实行一年以外，近年来更加是扩大用剧团表演的方式讲故事给囡仔听。何必国小为着自细汉培养囡仔的阅读习惯，志甘妈妈进班讲故事的活动已经进行真侪年，近年来更加扩大讲故事的规模，改用剧团的表演方式呈现给囡仔欣赏。我看到寻找金银鸟指南。早先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大礼堂，那把全校的师生哈都聚集在我们的这个活动中心里面，那么有一个大型的故事剧的一个演出哈。但是因为大型的故事剧，它必须要花费的这个人力准备的时间都比较久，那后来我们就再进一步的推广，把它浓缩变成一个小剧场的演出，那么一次大概聚集三个班。那么来到我们的图书室哈，那给小朋友说故事哈，利用简单的道具啊，简单的一个表演，那么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来提升我们和美国小朋友阅读的一个兴趣，喜欢听故事，喜欢读故事，喜欢看书，培养他们阅读的一个精神态度。何必国小的故事志工团队精心设计道具，利用生动趣味的表演，成功吸引囡仔注意。而且将故事要表达的大道理，用下伫表演当中，让学生会当轻松了解故事的核心概念。是吗？是真的是藏宝图吗？喜欢。为什么？因为很有趣，有动画可以看，感觉内容很精彩。故事志工团队除了透过讲故事以外，表演佮结合语文能力测验，让囡仔按游戏当中学习。横翻生性凶猛，遇见红帆踩地一脚，以示友善。难怪你们刚刚一直跟我讲是鸟不是岛。陈松文主任表示，何必国小故事志工团队深耕多年，除了举办大型的舞台剧表演，每个月也安排两场小型的故事剧在图书馆演出。每礼拜一、拜三和拜五，志工妈妈由我们进班讲故事给学生听。学校也透过安尼活动，幼校提升囡仔阅读兴趣，培养读册习惯。多种华新闻也丰富，何必采访报道？继续关心得到陈美雪老师做回来学报道台湾话。欢迎大家到阵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意思是搬暖，搬暖的意思是交际应酬，人甲人之间互相交往。咱来看例句。做业务的，就是爱会晓跟人拌暖。过来是俗语，心歹无人知，嘴歹上厉害。心内想歹，无人会知影。嘴若讲歹话，正人知，会造成伤害。劝人讲话就爱细致。福建福宝林务村有农民栽种草莓，现在嘛当时三季，今年嘛将伫拜六开放给民众体验挽草莓乐趣。变换曲调，转换心情，音乐频道海量音乐任您挑选，新频道最懂我的心。
Care 健康保健室，您好。宝宝打完疫苗后，为什么一直发烧啊？我老的最近心头泡泡菜，爱看医生不？肚子有点不舒服，按下服务键，健康管理师将提供您24小时的健康咨询，还有量测型服务，云端储存并追踪健康数据，两种方案满足您不同的健康管理需求。现在申办 Healthcare 健康保健室，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贝，宝贝，想看什么？随便啊，都可以。都随便吗？不必买哦。哎，这是我们的。我要看这个啦！你好棒哦！HBO 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正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杨淑晴。欢庆圣诞节，中华县一间连锁美发业者鹿港河美地区的设计师变装打扮，一路游街，行到鹿港天桥宫，祈求妈祖娘娘庇佑，场面温馨欢乐。连锁美发设计师变装打扮成各种的漫画人物，行伫咧鹿港小镇街路，热烈的气氛吸引袂少民众围观。一路游街来到鹿港天后宫，圣诞装扮拄着妈祖娘娘，美发设计师嘛准备穿花素果，祈求妈祖保庇，当年平安顺利，业绩登昂。以中西合并的方式，就是大家都扮成就是圣诞小精灵啊，还是一些 cosplay， 然后来这个扮这个妈祖娘娘，然后主要可以祈求我们各位伙伴啊都能够身体健康这样子。其实鹿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可以邀请各位民众可以多来鹿港走走，然后刚一路走过来的话，其实鹿港的每个居民啊都非常的热情，所以我们感受不到觉得会很生疏什么的，其实都感觉都很棒。趣味的圣诞变装活动，予鹿港街路充满欢乐的氛围。美发设计师欢喜体验外国节庆，留下美好的回忆。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冬天到了，想要吃草莓，唔免去到苗栗。伫福兴福宝林务村，就有一位草莓果园。今年因为气候关系，草莓拢大粒个甜。果园嘛将伫拜六开放予乡亲体验满草莓乐趣。福兴乡长张文丁来到气泡园内面，找出亲像是红宝石同款的大粒气泡。不过，这不是生产气泡的苗栗，是福兴福宝村。福岛的草莓吼，这上好的有机草莓，啊，完全不撒农药，啊，这是天然上有机上健康的草莓，上好的啊。但是这是咱福兴啊的农民吼啊，家己用心啊落去研究。啊，用心咧来经营，这是上好的草莓。啊，欢迎吼，啊，大家吼来福兴来买草莓，来福兴咧看咧福兴好的农产品。福兴气泡的酸甜滋味，让乡长甲村长食起嘴也真娱乐。真香，真甜，真好食。嗯。赞，好食。农民黄一林因为囡仔介意食，加上较早伫个纺织厂做头路，身体拍歹去，是倒来故乡研究种植气泡。四年落来，成果愈来愈好，准备要伫个拜六开放予乡亲体验闻气泡的趣味。本身伫迄个纺织工厂吼，伫做技术的维修人员，啊，因为讲维修业甲纺织业拢有一寡灰尘哦，甲油气。对咱两个细胞哦，较无遐尼好，造成讲身体出现淡薄问题，所以
这中间我嘛一直想讲要从事这些行业来创业，安尼啊本身啊对于种植啊都有兴趣，哎呀啊所以四年前我就开始一直试种，啊试种到目前这规模的话吼，拄啊讲哎成熟够，啊成果嘛袂歹，阮就放大，啊阮会选择这草莓就是因为囡仔我呐爱食，哎呀啊爱食的话，阮就从事无毒的方面来发展，哎来种植。用种予囡仔食的心态来种刺泡，现办落来刺泡，唔呐果肉真十八，糖分嘛真济。农民阁有家己结一个刺泡果场，按即马开始，逐工拢是刺泡的产季，嘛是大人囡仔假日佚佗上好的选择。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仔日的总交易量是199公吨，平均的交易价钱是每公斤12.4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卡玛豆上价19.1元，中价15.3元，下价10.3元。高丽菜上价8.3元，中价5.5元，下价3.6元。青菜上价39.5元，中价31.4元，下价16.7元。茄仔上价38元，中价23元，下价13元。花菜上价26元，中价19.5元，下价15.5元。蔥仔上價31.4元，中價24元，下價20.6元。包心餅上價10.7元，中價6.8元，下價4.5元。蔥頭上價23元，中價19元，下價11.5元。菜頭上價7.4元，中價5.9元，下價4.2元。花蓮仔上價27.5元，中價22元，下價12.5元。白菜上价25元，中价19.4元，下价10元。冬瓜上价11.2元，中价9.1元，下价7.5元。拜四东北季风增强，加上大陆冷气团南下，夜方面水气增加，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落雨的几率提悬。中南部地区日时天气虽然也阁算稳定，不过随着冷空气南下，暗时开始温度也开始下降。以上就是今天12月26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淑晴，祝福乡亲万事顺心，我们再会。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